2024垦丁热气球嘉年华周六开跑，来到垦丁呢，不止玩水，现在也可以搭乘热气球一览海景风光。而这次活动将会有7颗热气球升空，其中呢还有超级古典的法式飞行船，可以把垦丁的美好尽收眼底。热气球缓缓升空，随着高度越来越高，能眺望的景色早就尽收眼底，一望无际的整片垦丁真的很吸睛。不让台东热气球转美于前，屏东的民众有福了。5号开始2014垦丁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惊艳登场，届时现场会有7颗热气球升空，带领民众一览风景。其中最特别的就是这颗西元1782年制作的古典热气球，球高约8公尺，将成为现场最大亮点，可以让恒春半岛的所有的居民能够知道说什么叫飞行船，什么叫热气球吧。那个跨着太平洋啊，巴蜀海峡马招玫瑰，啊，龙舟底坐在我们的脚下。来到垦丁，不止热气球可以玩，主办单位设计许多相关活动来吸引游客。而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到8月底结束，有兴趣的民众不妨趁着假日背上背包，一起到垦丁走走。记者马玉文、王玉成、SNG 小组，屏东报道。